再来看到是这东森美洲台全新的实境节目，在上个星期啊首播了，不仅是创上高收视率，更让民众很好奇这节目中大胆又独一无二的创意料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呢？而现在机会来喽，因为节目中的厨师们将要带着这些好料，亲临这个星期这个周末的这个南加州新岛新春嘉年华，这民众除了有机会亲自品尝之外，还可以试试看这个主持人全美呢趴趴够的最新丰田轿车。Oh, this is good. Oh, wow. I'm not supposed to talk with my mouth full, but it's good. This definitely is something bold. It's something I've never had before. 看主持人艾利克斯在节目中大胆尝鲜，对美食赞不绝口。目标是要把全美特色餐厅走透透，搜刮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连菜单上也找不到的创意料理。而厨师们端出的神秘餐点，每每都能让艾利克斯惊艳不已。究竟什么滋味？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口水流满地。不过现在机会来了，节目中的厨师们将现身本周末位于天普市的新岛新春嘉年华活动，并首次公开节目中的前卫佳肴，提供民众免费品尝。另外，主持人艾利克斯的专属驾车2015年最新 Toyota Bold New Camry 也会在现场展出，民众将有机会试驾，亲自体验和艾利克斯一样驾着 Camry 大胆尝鲜的乐趣。除此之外，新岛新春嘉年华现场还将有精彩的艺文表演，上百个特色摊位。今年的活动将从24日星期六中午开始，连续举行2天，地点是天普市的 Las Tunas Drive， 位于 Temple City Boulevard 和 Roland Avenue 之间，欢迎热爱美食的民众一起来享受这场味蕾飨宴。东森新闻马丽婷、彭迪，洛杉矶采访报道。